因为我感觉他鞋有点大，松松的那种感觉，所以我不让他伸出去，我怕他掉到地下，师傅不给他解。这感觉超美了，老美了。你有没有想来？你有没有想坐着这个电瓶车在这个路上溜达一圈的感觉？反正侮辱的是别人的耳朵。此时此刻特别想唱一个小白杨，这是话说，多么有情绪的一个创作。不拍照吧，就是你来这儿一定要留下照片，女人的拍照是无处不在。我要坐在公路两个字中间拍个照。专业摄影师调好角度，我在上。我跟你们说，女人都是用生命在拍照，真的，有的趴在地上，有的蹲在侧面，有的在太阳底下暴晒。来，你可能理解不了其中的乐趣，但是。给我一块，你拍不拍？啊，拍！进这林子里面，我感觉特别舒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很热，林子里面很凉快。哥哥好像不像是来咱们草原，他像去要去沙漠。嗯，他走哪都像要去沙漠。金柱去沙漠。喝啥呀？谈不上。又在谈论喝酒的事儿，真的。一个对于我来说，我不爱喝酒的人，他们总谈论喝酒的事儿。这个林子里还是有很多东西的，它不是一个，它不是说，哎，林子就是林子，它会有很多装饰，让小朋友玩的，让大朋友玩的，最主要是让你拍照的。哎呦，现在真的是为了拍照，可以出很多花样的。你看这个，比如说这个，哇，一个西形的鸟巢类的，我要是坐在上面拍照的话，就会出现一个公主般的感觉了。嫌弃的眼神，看这几个蜂娘吗？马上就要love了，我看看他们love出来是什么感觉。很妖娆。要不我下来呢？我是不是站得太高了？那个是不是要拍脚的？拍也行，要不你别弯着腰，你直着腰呢，能听到卡丘说啥吗？把肚子给我盖上，回去再修。生活容不容许我们一夜暴富，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一夜暴富的心，有这个准备，有这个心态就是对的。看，我也许了，我也想许一个，突然，我也来一个，多少钱？15。呀，对不起，来，我们。哎，多来一个吗？这个必须各付各，要不然不灵。对，不然不灵。对，干什么？许，你说搁什么呢？要不然不灵。必须自己付钱。哦，那他买的都成他的愿望了。对，万一有道理。来啊，爷，在你面前的吗？你还说啥呢？
然后写这个，这个是25的，那我还是15穿。这个25，我还是选个15的吧。那剩下还有啥15？啊，带雨伞就能保存年长一些。反正带雨伞的话，它那个能挡着点雨，下雨还能挡着。哎，我就取这个带雨伞，行，我要让它多年一点。这咋卖呀？便宜点行不？这也没法便宜，这个公司不是个人。这咋卖呀？那15一个，25。带雨伞的25，现在可能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。视频拍照，粉丝涨，啊，把它挂上去，我看看，下次我来的时候还能有没有了。小妹妹，你能告诉我是不是过白了？你不要动我行不行？因为木木是垫着脚的，1.7米一大个子还垫着脚。看这个就是我的，我要下次来看他还在不在。是你木木能上去，我上不去啊。完了，够不着啊！丢不丢人呢？完了，够不着啊！来了，木木，帮我挂一下，我帮你勾上来，你系吧。你系我也够不着。啊！马上！我这个愿望一定能实现，因为过程太难了。我能，我不信，上。我们亲眼见证阿丽亚够不着。阿丽亚，你拍，我给你拍吧。哎，我忘了写一条愿望了，给我长高一点。看上了。太二了，太丢人了。不是，我哪来这些朋友啊？我现在觉得不想认识他们。哎，我们家这个2、3、4洗丸子，所以说4洗丸子太符合我们的正中间小蝴蝶在那飞呀飞，我的愿望实现了，我也在中间呢。好，为了庆祝一下晚上吃点啥喝点啥，就为了庆祝晚上吹一瓶啤酒。哎，啥？刷算数吧，说算数。为了啥？晚上吹一瓶啤酒。哎，完了。欢迎来到幼稚园。背书包背的也行。哎，我觉得你说的，书包拿上。别带这样的，你俩能不能？快点吧。炫瓶啤酒了啊！往后坐，你看都往前靠。往后坐。哎呀！我俩坐这边，你俩坐这边，这边上坡。起来就下不来了。苏兰，你俩一瓶炫瓶啊，一瓶啊！哪有？我们不是最后一局我们赢了吗？